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摄所成疑第六句看起，未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这是言教。前面一句是讲显义，也就是说明佛法的教学，不论是哪个宗派，我们常讲显密宗门教下，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是大乘法了，小乘法没有讲到这些，小乘法只是讲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确确实实超越六道轮回。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在大乘法里面称之为化乘，就好像我们旅行呢，那是中途站，并不是真正的目标，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也得要知道，不能把中途站误认为是目的地，小乘人很多产生这种误会，那么他会不会再往上提升呢？肯定会向上提升，什么时候他发现了，这不是最后目标，这中途站，他就会再往上提升。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啊，大开圆觉，在我们净土中讲的是理一心不乱，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目标不能搞错因此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切入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住三昧呀，我们念佛人讲念佛三昧呀，我们的心要安住念佛三昧这个才行。那么学华严的呢，华严要安住华严三昧华严三昧是什么？就是普贤三昧，前面这一篇呢介绍过了。这是前一句所说的，接着这一句呢，这就是常说的转化轮海你看看经文，未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从这一句，这是一个弘法利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佛为我们说的，普贤菩萨所说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所讲的我们要怎样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方式啊，教化众生？用现在这个话来讲呢，讲经说法。啊，那我换一句话讲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的契机，你就晓得前面一句显示诸法真实性是契离，这两句岂不是契离契机呀？啊，契离不契机，等于白说了。啊，你讲的是没错，但是听的人不欢喜。啊，听的人听不懂，不能接受。如果契机不契离呢？佛经里面讲魔说啊，所以诸佛菩萨说法契机契离啊，这正说啊，离诸法实相啊，诸法实性呢？啊，真实性有时候我们省略，称为真性、实性啊，有的时候也称为本性、自性，都可以。佛说法，总而言之，让众生了解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啊，怎么说都行啊。各个宗派里面名词术语不相同，这不相妨碍，没有过失。方向目标啊是相同的，那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句里面所说的，要随一切众生无量劫，着重在这个劫字，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啊，这个劫，我们可以把它看为程度啊，它理解力、理解的程度不相等。那么，这在佛法里面常常讲啊，上中下三根。上根立志，他们理解的能力很强，佛菩萨教导这些众生容易呀！啊，所谓是闻已知时。一闻千悟，这种学生稍稍点点他就通了啊，这个学生少数啊。那么是下一等呢，我们是上根人啊，那是上上根人啊，上根人人数就多了啊，还是好教。再往下呢，中根人啊，
下根人，比较上难教了。难教，佛菩萨有善巧方便。这个地方显示出佛菩萨的智慧慈悲。这智慧里面呢，特别是全智，全智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他有方法，那个方法太多太多了，因众生无量劫海，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切众生修行不是一生一世啊，上上根人，你要晓得，他过去生中不是上上根呐，他无量劫来呀，慢慢呢从下下根提到下根、中根、上根，再到上上根。过去生中已经修了无量劫了。我在讲习当中曾经用比喻说过。好像在学校念书的博士生，博士班的学生，你看到才几年，念了几个月，上学才几个月，他博士学位就拿到了，上上根人，你没有想到，他在博士班之前，他念了硕士班念多少年，学士班念了多少年。再往前去，他的中学念多少年，小学念多少年，前面你没有看到啊。你只是在今年看到学校是这个课，上课，他去报名上参加了，几个月他就毕业了。你只看到这一段，你没有看到前面的。那么由此可知，现在的上根人就是将来的上上根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现在的中根人就是来一世的上根人，现在世的下根人就是来世的中根人，就这么，这是叫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啊是一除就成就的，没有。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凡夫修行成佛要经历无量劫，这话实话，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听了不能怀疑，也不能泄气，要无量劫，那我要修到哪一辈子才能成功啊？你没有天眼，你没有续命啊，你知道你过去生中是怎么修的吗？如果我们哪一天有了续命通了，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都在那里修行，才知道这一生的成就原来有那么深的底子在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啊，我们成绩有力，功夫前身总在于缘不同，这句话的意思
很深很广，我们不能够疏忽。我们过去生中确确实实、生生世世已经有很深厚的善根，如果这一生没有遇到缘，没有好的善知识给我们开导，我们自己总是怀疑自己啊，总是产生严重的误会，这不是误会别人，误会自己啊，总觉得这个大法自己不敢承担啊。经过高明人一指点，信心就升起来了。这缘呢，因都是你过去生中种的啊。别人指点你，告诉你，忽然你一下明白过来了，哦，我的善根深厚原来也这样的深呐、这一生具足信心，勇猛精进，大幅度的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当然这一生要证得究竟圆满，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弥陀净土，就是过去生中修行根性差一点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圆证三不退呀！这个法门的无比的殊胜啊！即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下这个平往生，要知道，还是过去生中的底子深厚哦。弥陀经上讲的不是随便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下下平往生也是这样的啊。过去生中你的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啊，这一生的因缘遇到了，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你得生净土啊。这个善根福德从哪里看呢？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能信，能解。你亲近善知识，你对于这个经教的义理，你真正能听得懂啊！你真正能相信呐！真信怎么样？真信他就会真行。我相信，我也懂，我做不到，那不是真信。那叫什么信呢？我们佛法常讲正信，你是正信，你不是真信，真信是落实，真信才得受用，正信呢还不得受用，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正信它不是迷信，有时候正信还不如迷信，迷信说不定还能得利，为什么呢？他真干，所以有许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佛真的往生，瑞相稀有，你问他弥陀经无量寿经他不懂
甚至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哎，他一天到晚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有那么好的瑞相？没有别的，他看得破，放得下了。啊，他看破些什么呢？这个世间太苦了，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我们一般讲厌世。啊，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个念头就是菩提心呐。啊，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讲得好。印光大师非常称赞。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这个讲法的，偶益大师说出。啊，使我们对于这些人往生不再怀疑了。啊，因为无量寿经上讲的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哎，他做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发菩提心看破，一向专念放下了，啊，万缘放下了，心地清净的，拉拉杂杂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做到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比不上他的。啊，李老师以前跟我说过多次了，他也很想学，学不到啊。啊，他这些愚，想学愚，愚不可及。啊，唯上上根人与下愚最容易成就啊，这种人在世间也不多啊。虽然讲的是下愚，我们知道过去生中他的底子也非常深厚啊，绝对呀不是偶然。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要懂得关机，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要知道自己的根基啊，人贵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啊，莫深于此啊，自己晓得自己的根基啊，啊，自己要如何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的成就。修学的方法，其如的境界，别人不了解你啊，但是高人了解你啊，他的境界比你高，他的功夫比你深，他能看得出你。跟你功夫程度相等，有时候也能觉察到你，但是功夫在你下的不如你的，他对你决定不了解。啊，你自己如何能够不受影响，这一点
是这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啊！这个里头显示出自知之明啊。换一句话说呢，你在境界里头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啊，自知有这个好处啊。没有自知之明，你在这个境界做不了主啊。你的心、你的行会随着境界在动啊，那个不是随缘啊，那是你心被境转，这个错了啊。随缘是怎么样的？方式随缘啊，佛法里面讲方便随缘啊，善巧方便随缘，自己的心行如如不动啊，信念皆行，一丝毫没有受动摇啊，这成功啊。我们修行，这是我常常讲啊，到底修什么到底行什么行门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着纲领啊！儒家的纲领就在大学啊，三纲八目啊。三纲是明德、亲民、知遇、知善啊，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掌握到啊！啊，佛法修行，我们也要把纲领找到啊。找到纲领之后，怎么样去落实？啊，落实在依教奉行。啊，我们这么多年来，把纲领找到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的。大菩提心呐，起心动念呐，不离这十个字啊，一定与这十个字相应啊，这是佛心、菩萨心啊，我们的生活行动纲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五个科目。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定了五个科目：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修这个，没有别的呀。
虽然是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已经把整个佛法都包括在其中了。认真努力去修学。修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这个纲领，与这个五个科目相应，不能违背呀。违背，那自己要晓得，来生来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是显道啊！谁能保证来生还能得人生，还能继续修行？没有人能保证，全教菩萨、阿罗汉都保不住啊！所以他退船了啊！我们有能力能保证吗？人不能自欺啊！人最可怕的是自欺啊！欺人还是其次啊！最可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他怎么能不欺骗别人？所以他欺人是正常的嘛！菩萨不会欺人，为什么？他觉悟了，他不自欺，不自欺而后能不欺人。一定的道理啊！我们要成就自己真正的德行，首先要做到不自欺啊！然后自自然然不会欺骗别人啊，当然更不会欺骗佛菩萨。才真正能够落实依教奉行现前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学习的同学也不少啊，同学们是不是真正发心啊？发大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是不是真正发大心？如果因地不真呢，必定孤招于曲。古往今来，没有例外的啊。因果一定是相应啊，真的是。种善因得善果啊，所以因地要真呐，因地要纯呐，纯正之因当然得善果啊，这个是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啊，
如果阴心里面夹杂着妄想，夹杂着不善，你就全盘都坏了。李老师往年在台中讲经说法，常常用比喻给我们说，他比喻讲，这一杯鹈鹕啊，上位呀，这里头夹杂一点点毒药。这一杯水呀，都变成毒了，丝毫的夹杂都不可以有。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那个是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教菩萨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这一部经是叫初学，初学念善法，念什么善法呢？就是念十善，不杀生，不偷盗，在家居士不邪淫，出家的人不淫欲，身三善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口四善业，不贪，不嗔，不痴，意三善业，常念呢，昼夜常念呢，思维善法，你起心动念想，你想善法，想实善，观察善法，观察是落实，你要做到啊，你要行实善啊，还教我们一定要令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叫初学。这个是佛法学习的共同科目，无论是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是佛法的基础课程。我们有没有照做呢？十善业道经呢，就好比儒家的弟子规一样啊。最基础、最根本的课程。这个课程没有学，学任何课程都不会得力。为什么？没根。你看看大小乘经一展开，佛总是叫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就是十善，十善没有做到，你不是善男子，你也不是善女人。佛所教导的你没有份呐。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真搞清楚，真明白，真觉悟了，我们才晓得从哪里做起。往年我只是讲经，讲经只能够在讲习当中附带的勉励大家，劝导大家，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决定不干涉。即使教学，我也是上课，我的身份是教员啊，对学生的管理、考核、教导是校长的事情。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只是教员，我只把我的课程教好。执行校长定的教学计划。我完成他计划里头的某一部分。全盘计划那是他的。那么现在我在澳洲办个金钟学院，这是逼不得已。我不想做，到最后看看不行。不做不行，我没有办法回避，这才担负起这个重担呢。在澳洲学院，我要督促学生了，我不能不管。希望为佛教培养真正能够担当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弘护人才，有弘法的，有护法的。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从来没有主动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没有过，完全是被动，被环境，种种条件，佛法里面讲因缘聚合，我遇到了。遇到了不能不做，不做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大众。因缘不具足，我没有丝毫意念勉强着想去做，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帮助众生，特别是教导，一定要懂得众生的根性，还有时节因缘。我们在内典教学里面所讲的，那是很粗显的纲领，观机
要观人，要观时，要观处，至少你要有这三方面的细密的观察。这三种观察你一定要了解，人现在整个社会人的生态环境，眼前的时节因缘，现在是个什么时代？现在是什么处所？不容易啊！大的人事地了解了，然后再看局部的，再看眼前这个小团体啊，我们就是上台讲经说法，就知道该怎么讲法啊。经活的啊，我常常讲，经典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啊，前生广狭了。不定啊，读古人注解，你比如今天我们展开《华严经疏钞》啊，疏钞，唐朝时候，清凉大师他老人家所著作的啊，当然他写这个注解的对象。是隋唐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生态啊，啊，那个时代的时节因缘呢，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如果依照大师这个注解一字不变的去讲，没错，那叫切理。不奇迹啊，我们现在人不得受用啊。所以要怎样才能得受用呢？这刚才先要自己得受用，你才能够啊帮助别人。自己不得受用，你怎么能帮别人呢？自己要入华严境界，要得经典里面所说的真舌意趣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然后才能帮助现代此时此处啊一切众生啊。你不齐入境界那怎么行呢？不契入境界，纵然引经据典啊，讲的很多，全是死的。所以，今天学术啊，走向死胡同啊！啊，科学技术那比我们高明，它是活的，所以它有发明，它不断向前进展。文学作品呢，你们诸位细细去比较去观察，
不要说缘，现代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你就比一比半个世纪以前啊，你很冷静的去观察去思考，退步了。讲经说法也能做个对比啊。啊，民国初年有一些讲经的老法师，他们留了一个讲义著作留到现在啊。啊，地贤老法师。啊，元英老法师。啊，谭旭老法师。啊，近代这些法师的著作。我们净土宗印光大师文昌啊，跟我们现代这些出家人在家大德居士的作品去做个比较，然后你再晓得退一步了啊，他们那个水平我们现在都达不到啊，怎么能有成就啊？真正有成就要超过他们才行啊！啊，这些人当中真正契入境界的印光大师，虽然他没有这个讲经的经典大著作留给后世，我们从文钞里面去看，你能够体会他，他契入境界，他了解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他用文字说法，他以身作则，啊，他一生的行持是在那里表演呢，做出来给我们看。他是山西人，啊，虽然晚年常住在南方，语言还是有障碍，啊，他老人家说话乡音很重。啊，许多人听不懂。啊，他用文字，啊，文钞确确实实度了很多众生。非常适合现代众生的根性，适合现代众生的理解需求啊，尤其他老人家一生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种东西是什么呢？因果教育啊，我们从这里恍然大悟啊！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根源是什么呢？不信因果，不懂因果啊，不知道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所以才有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灾难呐！啊，高深的这些佛理都不谈啊！啊，为什么呢？谈高深佛理没人懂，不切机呀！啊，隋唐时代这些大师的著作
住的都很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懂。现在要讲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如何能够与科学啊，这里融合成一体，为大家欢喜接受。能够理解，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这个世间灾难就能转过来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印光大师了不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